段时间不是转组来苏州了吗？早就听说这边的桂花特别有名，以为有机会和咱这一大家子去看看呢。你看，我还买了这些美美的衣服呢。不过我最近每天都挺忙的，也没时间出去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今天就在家画一个桂花妆，算是赶上末班车喽。最近苏州的太阳其实还是挺大的，脸都晒得有点泛红了，还是先敷一个面膜缓解一下吧。这个 WIS 玻尿酸面膜可是我的四季必备补水好物，之前是组里的化妆老师通常在化妆前帮我用的，所以今天就用它吧。这个面膜大小挺合适的，而且它特别薄，是他们家升级的第四代膜布，只有0.21毫米，上脸贴合度也挺好的，很舒服。你看我现在说话也没怎么变形，这里面的精华有25毫升，相当于一瓶玻尿酸安瓶精华的量，用来涂手和脖子完全足够了。我记得之前化妆老师说过，它这里面加了大中小三重玻尿酸，中小分子玻尿酸负责打入皮肤内部，可以深度补水，大分子玻尿酸负责在皮肤表面形成锁水膜，把水分牢牢锁住。现在秋冬季节到了，皮肤就很容易干燥起皮，用这个就很合适咯。时间到了，现在看我皮肤是不是透亮透亮的，摸起来也滑滑的，而且里面添加的龙胆精粹还有维生素 B5 可以缓解刺痛泛红。像这样化妆前简单的花个10分钟，一会儿妆容就会更加服帖自然一些。 OK， 咱们就开始变美吧。不能亏待自己的肚子，挑个可爱的小辫子，整理一下妆容细节，漂亮的彩绘不能少，贴上精致的小花花，最后涂上口红。好啦，我去换个衣服喽。